你念念不空过，在《法华经》中告诉你念念不空过是在哪里念念不空过，是要你念念不要离开观世音，叫不空过。那什么叫做念念不要离开观世音？不要离开观世音，也就是念念之间，让你去习惯于大觉的根本面目。大觉的根本面目有一个相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同体，叫做大悲。因为你用到如是大觉时，你在看到一切感觉处，过去感觉是黑，再黑再白，是黑是白，是好是坏，你似乎都有差别。将来你要是站在觉体看一切过去差别，是黑是白，再好再坏，你觉得都是什么？都是觉心的同体，不是吗？觉得好时，觉得坏时，觉都是同体。同体现前，能够现出仿佛有差，能现尽一切差处，你才能够证得它其实根本同体。什么叫做能现尽一切差处？你才能够知道根本同体，这就是汉传佛教、汉传大教之中的最深的逻辑。你不能够担当一切差处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就是你在每一个分别之中，你就随即堕落出。你能够担当一切差，也就表示什么？就表示你根本依法不住，你才能够担当一切差。镜子为什么能够现尽万差？再黑再白，青黄赤白，大小种种诸相，能够现尽种种差别。因为镜体从来非青非黄，非赤非白，非大非小，非种种相，非种种量，它才可以为你现尽是青是黄是赤是白，是大是小，是种种相，是种种量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能明白，它能够现尽如是量处，现尽如是相处，反而是让你走出如是量，走出如是相时，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同体大悲心陀罗尼法门。那个陀罗尼法门，不是只是要你用尽世间的慈悲，那是已然发了菩提心的人，念念在觉心上面已经甘心担当于一切感觉处，甘心担当于现前的所有的一切起心动念处，那一切感觉、一切起心动念，它就摄尽现在一切的人我对待，摄尽现在你所有的一切亲缘、恩亲种种。冤业或者是冤亲债主种种业报的现前，因为那些业报、亲缘，或者是种种冤亲，没有离开过现前的感觉、现前的对待。